我哋嘅记者会即将开始。首先欢迎各位传媒朋友出席时代公民教育平台 Citizens of Our Time Learning Hub 正式成立网上记者会。我是今日嘅记者会主持阿 Ben。时代公民教育平台嘅英文缩写系 COOTL， 发音系 cool。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嘅记者会都会用 cool 去称呼我哋呢个教育平台。大家畫面見到的是我們 Cool 的其中三位成員，分別是黃偉國博士、鍾建華博士和楊永宇博士。今天記者會最後會設有記者提問環節，而整個記者會大約進行一個鐘頭。我們都會將記者會的影片錄影，然後放上網，給公眾和記者重溫。在正式進入記者會之前，我們先來一個簡單的影相環節。其實是一個 capture screen 的環節，麻煩三位 cool 的成員可以望住個鏡頭，就可以方便傳媒朋友可以 capture screen 出報道。我們大約花10秒時間，麻煩三位 cool 的成員望住鏡頭，我們大約花10秒時間。好啦，跟住落嚟，我哋首先播放一條短片，俾大家了解一下 Cool 嘅成立理念。大家好，我系黄伟国，我系杨永宇，我系钟耀华。3年前嘅今日，唔知你唔系响金钟呢？过去3年，相信你同我都同数百万香港人一样，见证住香港急剧嘅改变，大量港人散落到世界各地。香港的历史正是不断被当权者篡改，被人打的人竟然变成暴徒，和平参选竟然是颠覆国家政权，议会得翻一把声音，得一个人选的特首竟然是叫做民主。如果你不想你们的下一代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不想年轻人变成小粉红，请大家支持我们最新成立的平台时代公民教育平台Citizen of Our Time Learning Hub， 簡稱叫做 COOTL， cool。 我們成立這個平台，希望為留港的下一代保存真相，為離散的港人凝聚力量，堅持普世價值，貫通全球視野，認清真相，牢記歷史。無論去到哪裡，香港人仍然心系香港，我們會繼續關心香港，不會放棄香港和香港人的未來。我哋会定期发放不同的公民教育资讯，希望你可以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追踪我哋嘅 IG， 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将呢个 YouTube 分享俾你认识嘅朋友，为留港嘅下一代保存真相，贯通全球视野，坚持普世价值，为离散嘅港人凝聚力量，睇到希望，请支持 Cool 时代公民教育平台。好啦，咁睇完呢条短片之后，相信大家对 Cool 都有少少认识啦。咁依家就事不宜迟，我哋邀请三位 Cool 嘅成员，钟建华博士、黄伟国博士同埋杨永宇博士，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Cool 究竟系有啲咩内容嘅咧。咁有请啊，钟建华博士。好，大家好啊，我钟建华，咁多谢大家今日嚟到啦。我好好荣幸有呢个机会咧，系我哋三个人咧，系代表 Cool 咧，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嘅，即系我哋今后嘅工作路向同埋我哋嘅宗旨。咁我諗都唔使講太多啦。過去3年，大家都睇到香港人嘅面對嘅處境咧，就不斷受到一波一波嘅政治壓迫。我哋好多原有嘅權利已經被剝奪，或者話我哋而家本身已經即係我哋假定會繼續存在嗰啲公民權益咧，都不斷受到侵害。咁選舉亦都變成一個即係頭先睇到片你都知道啦，啊係一個即係虛假嘅選舉。甚至連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我哋都受到剝奪。咁所以，我哋覺得個形勢都係險峻嘅。咁特別係喺教育上面啦，我哋睇到嘅就係香港嘅教育咧，就面對好大嘅壓迫啊！就用盡各種方式，
進行洗腦教育，甚至一啲現代版本嘅焚書坑儒。咁連圖書館啊，學校圖書館都要將啲書下架，跟住你唔知邊啲書係有問題，叫你自己估下。咁造成嘅結果咧，就係好多事實被掩蓋，歷史嘅真相被埋沒，一啲普世價值被貶抑。咁我覺得呢個對香港社會絕對不利嘅。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哋都關心我哋下一代，我哋唔希望我哋嘅下一代好似蘇東坡所講啱啊，愚且老，我哋唔希望係咁樣。亦都一個作為現代人，我哋知道咧，掌握真相、掌握事實、明辨是非、批判思考好重要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嘅處境咧，我哋確實覺得有責任咧做翻啲嘢。咁所以一班有心人咧組織咗呢個 Cool 呢個平台，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咧，可以持續咁就住唔同嘅環節發放一啲真實嘅信息。我哋提供個平台，作出一啲合理嘅討論。我哋對香港事務保持關注。我哋對香港各種事物繼續提供一啲，即係可能喺香港我哋冇辦法好自由咁表達嘅啲意見。咁所以咧，我哋有呢個平台，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哋呢個平台。係，咁就可能大家都會問啦。咁其實以前喺香港就算你話可能有啲學生或者甚至有啲朋友，佢想學唔同嘅嘢，咁可能喺2020年之前嘅香港，都可能有一啲公民教育嘅組織啊，或者甚至有一啲朋友好熱心咁樣搞一啲網上課程，或者搞一啲即係自學課程咧，能夠係有一種百花齊放，甚至係有一種根據自己興趣啊，讀一啲或者研習一啲即係好有得意嘅課程。譬如可能我以前喺香港都讀過一啲關於講到法治嘅課程，但係大家都相信喺2020年，特別係國安法實施之後咧，依一啲民間辦學啊，或者依一啲公民團體辦學嘅空間已經係消失，因為實際上冇人知道第一究竟依啲團體辦學教育局會唔會批，亦都肯定一定唔會批，或者甚至更加嚴重的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搞一啲其實官方覺得你政治不正確，或者甚至係一啲其實係會對政權進行批判嘅一啲課程嘅話，會對一啲可能係課程嘅一啲組織者、任教嘅老師，甚至係上依啲班嘅同學咧，係會有一啲好大嘅風險嘅。咁所以喺香港，我哋都相信或者都知道，而家好可能就算你話搞一啲相關課程，就唔能夠好似以前咁樣，可能搞一啲其實可能係正正切合而家香港政治社會需要嘅一啲可能對中共嘅認識啦，對香港政治認識嘅課程啦，咁基本上都已經好難喺香港嗰度咧再進行一個咁嘅實驗啦。咁所以咧，我諗作為一啲特別我哋一啲已經可能喺海外離散咗嘅香港人，或者一啲學者，或者一啲專業人士，成立呢一個公民教育組織 Cool， 就希望第一樣嘢，希望係真係作為一個海外平台，係冇一個所謂言論審查，甚至學術審查嘅一個環境之下啦，係提供一啲資訊，或者喺一陣間都會講到我哋 Cool 個平台裏邊，其實喺而家或者未來都有一啲計劃啦，甚至希望會有一啲線上課程係提供俾即係全球嘅香港人，能夠有一個空間同埋有一個機會學習唔同嘅嘢，甚至透過依啲咁嘅學習啊，依啲咁嘅活動咧，係能夠營造咗香港人嘅力量咧，係為咗堅持翻香港嘅一個核心價值或者普世價值咧，係甚至係喺而家香港一個咁壓抑或者甚至一個咁狹隘嘅一個環境之下咧，能夠係俾到一個唔同嘅視野俾大家咧，去到為自己的現在或者未來是能夠有一些不同的出路，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可以給大家思考的。是的，那就剛才黃偉國博士所講到一點，就是現在香港裏面你要去討論或者甚至乎提及真相的空間已經是收窄了。其實剛剛才星期五的時候，明報呢出了一個報導，他就是說公社科呢有一個研討會，就是提出一些所謂的不當事例，那個報道其實是很值得香港所有的教師朋友和香港的學生去看，因為他反映給你聽的情況是非常險峻，有些更離譜的事例我不說了，有一個最駭人聽聞的事例，我覺得那個是很離譜，他說有某一個老師上堂的時候就說問一個學生剛才我們所說的那些東西，哪樣適合於香港，哪樣適合於內地啊，這樣大家都知道，中國內地和香港其實是兩個文化上面很泾渭分明的地方，這個問題是完全是合情合理
咁但係教育局嗰個級嗰個意見就話，個教師咧係將內地同埋香港意願對立咗，呢個提問係不適合。即係香港已經係赤化到上綱上線到一個咁嘅地步嘅時候咧，其實你喺學校裏邊學到翻嚟嘅嘢咧，其實你好難話俾人聽嗰啲係即係以前作為根本，全部都係所謂嘅先同後穿嘅東西。咁所以其實我哋成立 Cool 嘅一個目的咧，就係話我哋希望係盡量將我哋喺舊香港裏邊，按照住當時嘅教育嘅理念嘅話，我哋希望將嗰個真相咧原原本本咁樣呈現翻係俾香港人嘅面前。所以我哋個網頁嘅設計上面咧，其實除咗係一啲一般嘅資訊，就住時事嘅評論，嗰啲適合係普羅大眾去睇之外嘅話咧，我哋係仲會設計一啲嘅課程或者係一啲嘅內容咧，係俾家長同埋學生去到去睇，務求就係話佢哋可以去到一個咧係安全嘅網站。安全嘅意思就係話嗰啲內容咧全部係真嘅，就唔係所謂政治上面安全，係事實上面嘅安全。咁呢個就係我哋成立 Cool 嘅一個重要嘅目的。即係兩位都講得好清楚啦，我哋都有同樣嘅睇法，就係香港而家嗰個即係因為資訊同言論自由受到打壓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喺學校教書嘅老師係冇辦法向出欲言咁樣講一啲事實，好多我哋認為係即係好重要嘅普世價值嘅元素係被否定，甚至喺個課程大綱裏邊被剔除。我哋都睇到，即係圖書館要將啲書下架。老師是動輒得咎，我亦都知道很多家長其實咧係佢哋都作為家長都未必想自己的子女接受一套咁樣扭曲嘅歷史事實、扭曲嘅教育。咁但係咧就我亦都聽過一啲社工講，佢話好多家長咧已經係俾即係嗰啲一連串嘅功課啊、補課啊、課外活動咧壓迫到喘不過氣，事實上就好難揾到空間咧去做啲嘢去抗衡呢啲即係由上至下。即係啲洗腦嘅工程，咁所以困難係好大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我自己啦，一路都有個諗法，就如果能夠有啲人可以做到啲嘢，係嚟講一個另類嘅事實，能夠係大家都參考到，又不受打壓嘅話，呢個好重要。咁所以即係我哋喺呢個咁嘅觀念底下咧，有一班朋友就即係組織咗呢個平台。呢個平台咧，頭先針對兩位所講嘅，就係要做啲嘢啦，就係希望提供一啲網上嘅教育。同埋呢個資訊嘅資源，等到教師可以用，家長可以用，同學自己可以用。咁我哋除咗希望面對呢、這個即係、就是、教育呢個對象之外咧，亦都希望提供呢個平台兩方面嘅工作啦。一方面咧就令到香港嘅人咧係可以能夠將一啲事實咧係透過唔同嘅平台表達同埋保留。咁我哋咧就願意承擔呢個角色嘅。咁如果將來有一啲相關資訊喺香港已經唔能夠再即係。就是展露的話咧，咁我哋可能都會喺我哋嘅平台裏邊去睇到。第二咧，亦都係提供個機會咧，俾一啲喺海外嘅香港人，好多喺海外嘅香港人咧，其實好關心香港，亦都好想為香港做啲嘢，亦都唔願意見到香港一個我哋即係成長，我哋生活咗一段咁長時間嘅家咧，係喺一段時間裏邊俾呢啲咁嘅即係政治暴力啦，係變成一個完全唔同咗嘅社會。香港有很多獨特的地方，很多值得珍惜的元素，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凝聚海外的香港人，大家都繼續認識香港，討論香港，離開香港之後都可以繼續透過我們平台去了解香港的情況，也都為香港的情況做些事。所以我們在這個情況下呢，就這個平台呢就有幾個不同的面的，我們可以請黃旭國博士介紹一下這幾個不同的平台。好，謝謝總帥。咁當然，如果大家有問題嘅，咁亦都可以喺即係嗰個軟件相關欄目裏邊啦，留低問題，一陣間我哋會解答嘅。咁當然，我哋去設計成個我嘅一個項目嘅時候咧，都會諗究竟用咩唔同方式呈現出嚟。即係第一，當然亦都係俾大家知道究竟我哋 Cool 本身作為一個我諗當然教育平台本身，當然可能好多朋友都覺得，喂，會唔會就係學校內容啊？課程啊，或者甚至係一啲即係比較好似書本上面嘅嘢啊，咁其實唔單止係依啲咁嘅嘢嘅。其實我諗我哋指嘅教育咧，其實係一種包含咗一種可能我哋會講下電影啦，我哋都會有一啲導讀啊、書評啊，咁一陣間都會講到一啲相關部分啦。咁當然更加重要就係一啲視頻，因為實際上我哋都發現到喺而家香港。很多報章因為這個國安法呢已經是戴了頭盔、啊、已經有免責聲明、啊、基本上我很相信一個稍微正常少少的人都不會再看香港報章裡面的所謂評論文章，因為實際上
啲评论文章一系就为政权洗白，一系咧就扭曲事实，一系咧就变成呢一个亲北京阵营嘅嗰个即系言论嘅一个即系霸占场所，根本咧唔能够透过所谓睇一啲评论咧，去到俾我哋一啲洞悉，或者甚至系一啲即系理解而家发生咩事嘅。好啦。咁當然，如果大家可一陣間我會介紹個網頁啦。咁其實我哋都會分做幾個唔同嘅部分嘅。咁第一個部分係叫做枯實真相嚇。咁當然枯實真相，大家都會覺得就係、哇！喺而家香港呢個社會，真相呢樣嘢仲難買過呢一個黃金。但係我哋好希望透過枯實真相裏邊嘅一啲，我哋做一啲可能專題啊，你都可以致力保存歷史啊，或者如實反映一啲歷史嘅一啲狀況嘅。咁希望透過枯實真相咧，就係、作為一個保存歷史，特別你會見到而家香港焚書坑儒嘅情況，只會變本加厲嘅話，咁當然坑儒就唔係抌曬我哋落個坑度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唔能夠出聲啊，我哋唔能夠教我哋嘅嘢咧，其實我哋嘅心、我嘅腦同抌落個火坑嗰度其實係冇分別。咁然之後第二個部分啦，就係、叫做枯揾未來。咁啊覺得好奇怪，咩枯揾未來咧？咁樣。就是探索一些香港社會發展和香港人的未來。那實際上我們對未來的希望呢，其實我們一定要對未來有所想像。那所以可能透過這些探索社會發展啊、或者香港人未來啊，特別可能無論是在地香港人或者一些離散香港人的現在未來的一些可能出路都好，都希望透過這個欄目呢，去到將一些可能性是能夠讓大家去到思考的。好啦，第三啦，咁呢一個可以講多啲，因為呢一個係我負責嘅部分，就叫枯證推介。咁而家就開始去揾一啲書籍啊、電影啊、音樂啊嚟到推薦俾大家。咁當然唔需要太擔心嘅。基本上我哋基本上同香港有關書，同中國有關書，甚至同全球未來有關書。咁我其實已經開始緊第一個部分啦，即係呢個部分其實呢本書就啱啱上個月出咗嘅，就講到關於就係話。中港關係啦，咁呢個中港嘅關係嘅話，其實作者其實就係、一個離散咗香港人，亦都係一個喺學術界裏邊有一定嘅一個江湖地位嘅一個學者啦。咁就都希望透過一個枯證推介，咁呢個推介我希望唔單止係一個書評咁簡單啦，甚至其實係一個可能幾分鐘，一個可能四五分鐘一個導讀咧。是幫大家咧，係喺好短時間裏邊讀咗呢本書，亦都希望透過呢個導讀咧，能夠令到大家咧係對呢本書有興趣啦，甚至上網去揾呢本書啊，等呢本書或者睇呢本書嚟到去進一步理解。咁每個禮拜咧，呢、這個部分嗱，當然書籍啦，咁遲啲都會有電影啦，咁甚至會有音樂各方面嘅，咁都希望透過呢啲素材咧，係推介俾大家啦，去到從唔同嘅角度去認識。我哋所知嘅教育咧，其實就唔係書本上面教育嘅，其實都包括書一啲好睇嘅書啊，一啲好睇嘅電影啊、音樂啊，甚至係一啲紀錄片等等咧，都係我哋會推薦俾大家嘅一個部分。咁然之後第四個部分咧，我哋係不惜工本啦，就係、一個叫枯索完結。因為不惜工本啦，其實我哋會透過一啲動畫形式咧，去同大家講故事。咁當然你話講到語言，大家都好記得就係、我以前中學都有一個即係讀書都讀過一個範文咧，其實都有講到所謂伊索寓言嘅故事。咁其實呢一個都係透過伊索寓言，即係一個歷久常新個叫家傳會有一個童話故事咧，去再引申啦，嚟到去即係諷刺時弊啦。因為我諗喺而家香港睇諷刺時弊嘢咧，我諗基本上喺主流媒體都冇乜太大可能噶啦。咁所以希望透過我哋呢一個枯實語枯索寓言啦，叫做即係寓言故事咧，係將一啲現狀咧，透過一個有趣生動嘅形式，亦都希望睇到大家之後，除咗一個會心微笑之外咧，亦都係希望反思而家嘅現況咧，係或者係將一啲未來可能咧，係即係帶俾大家嘅。咁啊，可以即係有少少劇透啦。咁呢一個枯索寓言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故仔係就住我哋。影響我哋香港人好重要的政治人物咧，係為我哋度身定咗一啲相關角色嘅。咁啊，如果可能一陣間或者未來睇到枯索寓言，見到某一啲物體啊，見到某一啲生物嘅話咧，你一望到咧，大家就會聯想到係同呢一啲政治人物有關啦。好啦，跟住去到枯敗人物啦，係以人物為主體傳承香港文化同埋核心價值嘅。咁啊，當然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相關嘅一啲重要人物去介紹啊。咁呢啲大家可能都係大家認識嘅家傳媒嘅人物。
咁最後尾啦，亦都係我哋希望長遠想做嘅，就是、枯實教育啦，就係、是、為老師同埋同學提供一啲廣義嘅教育課程。咁大家都明白到，其實呢啲課程好可能已經再唔能夠進入教室，或者唔能夠再喺課堂裏邊入教。或者甚至我哋都好相信一樣嘢，就係話亦都我諗冇老師喺香港老師在老師咁大膽拎我哋啲嘢入去包房教啦。咁我覺得有嘅話真係要表揚一下。咁所以都會真係為著一個現實嘅狀況，係真係設計一啲可能對於而家喺在地香港或者甚至離開香港人嚟講，覺得我有一啲嘢真係好想學，有一啲嘢好想知嘅一啲部分咧，會設計一啲課程。咁希望透過呢啲課程咧，能夠喺知識層面裏邊咧，係增加或者讓識大家喺知識層面，對於可能未來、現在、過去，究竟香港啊、中國啊，或者全球各方面唔同嘅面向，究竟有啲咩可以學習咧？始終我哋都會覺得，除咗一啲較為可能有一啲輕鬆少少嘅部分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其實係一啲係一啲學夠少少，或者甚至有一啲學術少少部分咧，都希望透過 Google 平台咧係介紹俾大家嘅。通常，楊 Sir 唔該。好嗱，咁或者我補充翻有兩個我有參與嘅欄目嘅內容啦，咁就講多少少。一個咧就枯實真相。係咪枯實真相？係啦，枯緊真相。咁就除咗係有啲評論文章之外咧，我哋就想搞一個叫做歷史大翻譯運動。咁大家應該可能聽過，就係俄烏戰爭之後咧，就有啲中國嘅網民咧就搞咗一個叫做大翻譯運動，就係將中國國內官方同埋民間一啲反全球化、反普世價值啊。極左的言論就將它譯咗做英文或者其他的外語，讓世界的人知道中國的社會的另一面。咁呢個其實係將中國真實嗰方面就呈現在全世界上面，咁就令到中國官方都好即係驚啊！出個聲明咧，譴責呢個咁嘅運動咧，就即係抹黑中國啊咁樣成。咁即係話，即係佢講嘅嘢係真實啦。咁我哋就諗啦，其實呢一個運動咧，佢係講緊俄烏戰爭以後嘅中國嘅情況。咁嗰種精神咧係可嘉嘅，因為其實你係將嗰個真實，就係個真相啦嘛，呈現出嚟。咁我就諗，大家諗一諗咧，就可唔可以將呢一個咁嘅精神或者做法延續喺歷史上面中國嘅一啲言論上面咧？咁所以我哋就構思咗，就係搞一個歷史大翻譯運動，大概就係由六四開始一路去到去而家。類似一啲中國裏邊反普世價值嘅一啲言論咧，將佢輯錄出嚟，呈現喺大家面前。咁大家構思完之後咧，第一炮我哋可以做咧，就係講翻六四本身啦。因為六四當其時好快已經定性咗係一個嘅反革命嘅暴亂啊嘛。咁而呢個定性咧，隨住後屘極左言論慢慢再升温嘅時候咧，近期就民間裏邊咧最少就有人話佢係一個顏色革命嘅始祖，甚至乎係一個咩本土恐怖主義咁等等。咁所以就我哋就開始搜集資料，就係將六四至到佢而家關於六四啲言論。中國官方同埋非官方嗰啲咧都抽錄出嚟，嚟到睇下呢個升温過程係點樣啊！咁我哋而家開始做緊，咁我哋應該嚟緊一兩個禮拜都可以有資料嚟到去upload上網噶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箍緊真相嘅歷史大翻譯運動裏邊六四嘅呢部分嘅一個第一炮啦。咁第二個欄目，我想講多少少就係頭先阿黃偉國博士都講啦，即係呢個箍索語言，咁就係佢係其實就係將伊索語言嘅一啲嘅古仔咧，將佢重寫。咁頭先阿黃偉國博士都講過啦，佢係針對一啲香港嘅政治人物啦。咁就我哋而家首先就將狼來了咧，就做三次嘅二次創作。一個咧就係俄來了，俄代表邊個大家知啦嚇。咁第二咧就係將狼來了再寫多次狼來了。咁中香港裏邊邊一個歷史人物政治人物係最似狼咧？咁大家都心中有數啦。另外一個就是狗來了，咁邊個似狗咧？咁樣大家又諗一諗嚇。咁呢啲就會陸續推出嚟俾大家去到去欣賞同埋去即係博大家一笑嘅嚇。咁就好啦。咁我亦都講多少少就係話通常有冇補充啊？頭先嗰啲欄目。OK， 咁就其實我哋已經喺我哋個箍嘅運作咧，係三月嘅時候已經開始咗噶啦。
咁就到而家已經三個月嘅話咧，都有啲工作做咗出嚟。初步大家如果上去我哋嘅Facebook 啊、IG 同埋 YouTube 咧，都會見到嘅。其中一個就係話我哋每日都會係將香港嘅教育新聞嚟到嘅輯錄出嚟啦。呢、這個做法咧，其實就模仿當時教協啊，當佢仲喺度嘅時候咧，其實我哋 subscribe 佢個 service 嗰個 newsletter service 咧，每一日打開個 email 咧，就已經係睇到香港教育新聞嘅一啲出現，咁係好清楚嘅一啲嘅內容咧。咁我哋好快咁掌握到嗰、那個即係、就是、香港教育嘅情況。咁我哋就希望模仿佢咧，就俾到一啲嘅資訊俾大家，每一日都可以約略知道有啲咩嘅教育新聞啊咁樣。咁呢個一路由三月至到而家都做緊嘅。咁我哋就會喺 Facebook 同埋 IG 咧發放相關嘅新聞嘅呢個link 出嚟。咁另外就係我哋同追新聞有個合作啦，咁就每個禮拜咧就會係公告一篇喺放喺佢哋嗰度，咁嚟到去我哋錄埋片嘅係咪啊？係啦，咁就有圖有video有文字，咁就俾大家可以去知道我哋嘅一啲評論嘅資訊啦。咁另外就我哋有啲普世價值嘅教學嘅內容啦，譬如話選舉制度啊咁嗰啲，我哋都做咗一啲嘅教材出嚟嘅。咁就俄羅料啦，俄羅料其實都已經製成咗噶啦，咁應該我哋已經放咗上網站噶啦。咁一陣間我哋介紹網站嘅時候咧，都可以順帶提一提嘅。係啦，咁啊，早晨。即係嗱，大家睇到啦，我哋嘅內容都相當之豐富嘅嚇，有六個平台啦。咁六個平台咧，針對唔同嘅面向啦，都希望能夠全面咁樣去將而家香港社會被剝奪咗嘅一啲資訊同埋呢啲資料以及歷史事實。是能夠透過不同的平台來展現出來，這個第一點。第二呢，就即是大家聽到啦，教育又有啦，語言又有啦，人物推介又有啦，書籍推介又有啦，我自己都會負責那個酷向未來那裡啦，我們就會即是希望站穩香港的立場，是在那裡希望就著香港現在的現實處境去展望將來。咁呢個展望咧就唔會係離地嘅，肯定係會建基於現實，亦都回顧過去啊，即係點樣睇今日，點樣睇過去，過去點樣塑造今日，今日點樣去展望將來。咁我哋會有一啲關於社會發展啊、公共政策啊、社會事務嘅評論，亦都會引揾一啲繼續喺唔同環節喺香港內外繼續為香港未來打拼工作嘅人啦，係希望佢哋分享佢哋嘅一啲睇法同心得咁樣啦。啊，咁呢個就係我哋嗰六個平台要做嘅嘢啦。咁大家聽完之後咧，都知道資料好多好豐富嘅。呢個過程咧需要一段時間嘅累積。我哋而家開始咧，平台可能入邊未必有好多嘢啊，但系咧，我希望隨住時間，我哋能夠累積更加多對香港各界，包括家長、老師、學生、海內外香港人都有用嘅資訊同資料。咁咧，將來成為一個大家可以即時諗到去揾到資料一個平台，都係咁樣。咁以後咧，我哋就除咗不斷累積呢啲資料之外咧，我哋仲會。每個禮拜咧就有一個網上嘅節目嘅嚇，係啊，咁咧就阿黃偉國佩博士同埋楊博士咧就會分到登場，咁我就會攬啲充數，咁咧就每個禮拜有一次啦，有個網上嘅節目叫做《酷盡天下事》啊，咁我哋就會將嗰個禮拜最關鍵呢啲事件啦，同埋我哋平台啲最新發展啦，就向大家介紹嘅啊，每個禮拜會有一次，咁具體時間啊，同埋呢個即係個安排係點啦？我哋會喺網站度公布噶啦，到時都喺 YouTube 啊，同埋喺呢個我哋評論都揾到噶啦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亦希望大家咧就住我哋嘅內容啊，我哋嘅工作咧提供各種嘅意見。希望我哋能夠盡善盡美，盡量改善去迎合香港嘅需要，亦都歡迎各界咧係參與我哋工作。咁就當然而家大家都除咗係記者，我哋三個將成個箍我哋成個項目介紹俾大家之外。咁我谂而家呢一节咧，都可能俾大家睇睇翻我哋网页，即系本身究竟而家个情况会系点嘅。咁当然即系，当然我哋头先都讲到，我哋网页都系初设啦。咁所以其实都有一啲部分咧，都可能都有啲不足嘅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啦。咁而家大家各位朋友都见到啦，咁呢一个就系我哋嗰个官方网页嘅。咁你見到官方網頁裏邊咧就有我哋嘅 logo 啦，咁你見到有個眼啦，咁同埋有一個時鐘同呢一個即係時間有關啦。咁然之後咧，最容易就係話頭先我哋介紹咗六個欄目，就係酷向未來、酷實教育、酷政推薦、酷爆人物、酷索預言、酷緊等真相等等嘅。咁咧其實你可以直接咧登入呢啲欄目咧，你就會見到一啲相關內容啦，係啦。咁呢你會見到就係話我哋一啲相關推介啦。
咁然之後都有一啲相關嘅一啲之前其實已經製作咗嘅一啲即係片同埋一啲文字咧，係俾大家上網參考，都有一啲 hashtag 咧係幫大家較為容易。譬如話，我想揾一啲題目係講同人權有關嘅，咁啊，譬如人權，咁咧你會係見到同人權相關嘅一啲片同埋一啲內容咧，就已經呈現曬出嚟噶啦。好啦。咁跟住有 course 教啦，咁基本上其實我哋嗰個版面嗰個配置都係大同小異嘅。好啦，我翻翻到呢度先。咁當然你會見到咧，其實喺我版面裏邊啦，即係為咗都俾大家好快作為叫做初步印象，一睇依一個即係網頁想揾或者睇咩資料咧，咁喺右手邊都有一啲相關嘅一啲部分嘅。咁或者我就嗱。因為個網頁都是初設啦，咁可能都有一啲相關部分咧，都有一啲即係不足嘅地方嘅。咁如果一陣間見到我撳落去冇反應嘅，咁依一個正常嘅反應嚟㗎。嚇，如果撳落去正常嘅，咁啊即係嗱，譬如話而家撳落去，咦，點解咁嘅？係啦，我頭先試，係啦，係啦，嗱，而家啱得啦。咁咧，依一個就係頭先咧，你見到啊楊永宇博士都有介紹我哋其中一個嘗試，就係酷索語言啦。咁咧，你見到有依一個版面啦，亦都有，其實我哋已經係製作咗依一個 YouTube 嘅一個影片啦。咁同埋有文字版嘅，咁所以咧就成個嗱，你會見到有文字版嘅內容啦。咁亦都係一個幾適合依一個即係家長同依一個小朋友一齊。去睇同埋一齊去，即係嗱，亦都有一啲叫做參考問題嘅，俾大家即係各方面嘅。咁仲有喎，其實你見一見，除咗我哋講古仔，當然古仔亦都有一啲即係虛構部分啦，或者有一啲即係有一啲故事部分啦。但係其實喺故事裏邊一啲譬如話我哋會講到水蠟啊，點解會點提拔各方面咧，都有一啲相關內容啦，係俾大家做一啲深度嘅閱讀同埋參考等等嘅。好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我哋其實人數就真係唔係好多，咁但實際上咧，我哋都好相信我哋製作出嚟嘅節目，喺而家依個初創階段，雖然數量方面可能都要一啲時間去到累積，但實際上我哋都會確保節目嘅內容，我哋製作嘅一啲唔同嘅一啲材料啊、教材咧，都一定嘅質素保證嘅。好啦，或者因為而家見到時間都9:35啦，咁就我就我即係網頁分享就暫時就去到呢一度先。咁啊，我翻翻到我哋版面個部分啦。咁啊，見到其實好多朋友都留咗一啲問題嘅，咁樣就睇下先。嗱，我先睇睇。嗱，我先嗱，不如由我讀咗問題，然之後睇下阿鐘 Sir 或者阿楊博或者我會唔會有一啲解答啦。咁第一條問題咧就係大紀元嘅，就請問三位覺得香港家長會唔會驚小朋友接觸民主人權資訊喺學校會有麻煩？我就會覺得接觸係需要，因為呢樣嘢本身你一定要同世界接軌噶嘛。所以剛才黃玉國博士都講過了，有時去到社會已經變壞了的情況，這些已經常識性的資訊其實都需要家長懂的，即是其實現在你選擇的兩個方向，即是在香港裡面做學生只有兩個方向，一是你就是說選擇去做小粉紅，但是問題呢你就要保持人性，一是就是你是係咯，我諗呢樣嘢。我覺得可以補充嘅就係，其實唔好睇少成個香港由上而下嗰一種政治，我真係叫做一個叫做教條主義啦。如果好學術嘅術語，或者叫做政治洗腦啊。如果用翻般人所講，對於小朋友成長嘅嗰一個破壞力。如果大家有啲朋友可能喺中國出世，喺中國可能受呢一個基礎教育，再落嚟香港讀書咧。他們對於那種洗腦教育的內容，去入腦袋那種破壞，我覺得我很難真的要求每個小朋友為了保護自己而說謊，即是如果你說在這個社會要一個小朋友或者要一個家長教小朋友，你不要出聲，你說謊就可以了，你不想麻煩你說謊吧，
然之後佢另一個腦或者另一個心就覺得我要保存個真話真相，其實真一定好大困難。咁所以其實喺香港嘅特別有小朋友嘅一啲家長，點樣去處理依狀況？咁我覺得大紀元依一個記者題目咧，真係一個幾挑戰性嘅題目嚟嘅，真係一個係啦，即係會唔會有麻煩？咁當然我覺得咁講啦，因為其實去到學校環境咧，我都相信有關當局咧係唔係真係做咗一個微觀管理？會唔會好似台灣咁樣，每間學校有個教官啊？會唔會遲啲每間學校希望唔好中啊？中咗唔好懷賴我，會唔會遲啲因為國安哇？十唔知極過百億噶嘛？會唔會真係坐一個國安嘅一個官員喺學校嗰度及住你上堂啊？巡堂好似你啲老校，我哋以前教書咧，啲老校會睇我哋上堂會唔會用英文啊？會唔會唔規唔矩啊嘛咁樣？嗱，希望唔會去到咁惡劣嘅情況啦。咁但係未去到一個咁惡劣嘅情況之前，其實學校都有啲學校我都知道，其實亦都喺唔同嘅層面咧，都係希望學生、希望老師係一個安全。在一個有學術環境的氣氛之下上堂的。咁所以我就咁講啦，就做香港家長，其實大家喺唔同嘅環境、唔同形式，大家去真係去叫做聚埋一齊，或者甚至就聚埋一齊，點樣應對學校見招拆招咧？依、這個真係需要。雖然我哋未必真係喺個平台裏邊真係教你咁樣點做點做，我都覺得。可能呢一方面喺在地香港家長咧，可能更加會用在地智慧點樣去見招拆招學校啊，或者甚至教育當局對小朋友個。我諗籠統啲講嘅話咧，就係要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先做呢樣嘢。係啦，即係我哋都要，即係雖然唔係好想咁講，但係都要即係現實啲去睇。即係如果你覺得個仔女本身你教咗某啲嘢俾佢聽，佢係會周圍同人哋講嘅話咧，咁的確係危險嘅。係啊。咁但係如果個學生本身已經有個心智，佢係能夠認清到個真相，而唔會立亂去喺課堂上面嚟到去亂講嘢嘅話咧，咁我覺得咁家長就可以安心咁將一啲另類嘅知識，即係我哋稱之為正確嘅知識啦嚇，嚟到去同即係個子女去到講。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因材而施教嘅。即係如果學生本身係有 simple mind 嘅話咧，咁就可能要年紀大啲先可以再去同佢講啦。咁但係佢本身已經成熟咗啦，咁你咪同佢去講下啲嘢都無妨。即係我諗我哋要明白一個事實咧，就而家嗰套政府點解控制言論、控制資訊或者控制教育咧？就是要令到我們的社會普遍的人，特別是下一代，是變得愚昧，變得無知，甚至變得好像他想大家變成那種中國人那麼扭曲。那我覺得大家是不是願意接受這件事呢？是每個人自己的選擇的。我很相信正常的家長不會希望自己的子女扭曲的。那但問題是你又擔心風險啦，啊，那所以我覺得這裡大家怎樣去在即是保存真相，即係令細路仔不致被虛假嘅宣傳同教育變得愚昧之餘，點樣教佢維護自己安全同埋點樣自處咧？呢個係每一個人自己都要諗同埋自己都要負責嘅部分。但我哋咧就希望能夠保存真相。正如我哋 Cool 呢個平台有三個我哋嘅口號嘅價值，就係事實，我哋守住事實，保存我哋希望 Hope 同埋咧係即係。即係守住真相啊嘛，係嘛？係真相、希望同事實啊。咁我哋希望即係我哋嘅即係所有人咧，都能夠利用到呢一點。咁所以呢個問題我覺得重要，但係咧我亦都好相信正常嘅家長啦，都會喺我哋呢個網站裏揾多啲嘢啦，係能夠有助防止佢哋嘅細路仔佢哋愛惜嘅人咧係變得如權勢期望般咁愚昧。咁扭曲，我覺得呢個好，我就好相信係咁咯。或者再補充一點，因為我諗呢個問題係相當之重要。係好多家長都會覺得即係我睇你啲嘢嘅時候，係啊，我知道要教，但係點教法咧？點樣為之安全咧？咁樣咁其實我哋本身咧，我覺得我哋三個人咧做嘅嘢都好現實嘅，我哋唔會係空想主義。我哋都認清到一個即係可能性，就係話將來香港咧，其實喺教育體系裏邊咧，係會越嚟越多小粉紅。一定會，因為佢舉出例子就話，左部呢兩日，我唔記得前日定係大前日咧，有一個報導就係黃楚標小學，咁佢有個校友
係畢咗業之後咧，即係中學畢業、大學畢業之後咧，翻翻去自己學校裏邊教。咁佢就話啦：我以前係做星期隊嘅，我而家要將呢個星期隊嘅優良文化咧，一代傳一代傳落去。我唔知佢係即係一種誒職業上面嘅自保啊，定係佢係真係愛國嘅真心教。咁就但係問題係呢一種嘅即係文化咧，係好肯定喺香港裏邊咧，將來係會開始實現。咁所以當你周圍都已經有人係不斷咁嚟到向你滲啲信息嘅時候咧。有舊香港的家長咧，我諗啊更加有一種咁嘅需要咧，或者佢有一種心智咧，係想去喺下一代咧係延傳呢種嘅舊文化。咁嘅情況之下，大家就要諗啦，點為之係安全嘅情況嚇？點樣嚟到去將個信息滲落去？呢啲我諗大家家長會諗，但係問題是形勢咧，大家都自願。嗯，即係我哋就會保存一啲大家可以自行選擇去用嘅資料咯。係啊，咁但係點樣用？我哋相信大家有足夠智慧處理，我哋都係嗰句啦。我哋希望保存事實，守住我哋嘅希望，亦都即係繼續即係守住我哋崗位，保持啲真相。仲有朋友有問題嘅，你一個問題就係問喺海外要保存香港嘅歷史係唔係有困難咧？例如書籍俾小偉，咁然之後點樣先能夠保存歷史，或者答到呢條先啦？啊，揾妖計。楊博啦，呢個都書籍我諗喺海外嘅人咧，而家都好着力去到去搜救噶啦。咁台灣我知道有啲學者係做緊嘅，咁我自己都有做啦。我自己都話我係運咗自己300箱嘢過嚟，大部分都係我自己啲書啊。咁就即係、我諗我哋所有嘅資料咧，我哋都會盡量嘗試去保存。咁並且資源容許嘅話咧，係會開放俾即係有需要嘅人嘅都去。因為你冇資料嘅話，即係冇咗啲舊嘅資料嘅話咧，我哋其他工作咧就好難去做落去。咁仲有一條題目就係同我哋個即係同一啲財務有關嘅，就係投資平台花費合不菲。咁我哋區點樣能夠係持續發展咧？咁就嗱，基本上我哋都會歡迎一啲朋友去到即係我哋都好似有啲平台已經開咗。有啊，我哋有。Patreon 已經開咗，係啦 ，PayPal 都有，係啦咁樣。咁但係我諗喺而家依個始創階段咧，就都可能我未來可能有一啲課程，我哋都可能會收錢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基本上用嘅錢真係唔多，咁基本上用嘅錢都可能係最主要都係網頁啦咁樣。咁亦都有一啲有心人亦都願意去真係支持我哋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出外自己時間啊，咁揾各樣嘢，即係我其實可能有一啲其實係金錢計唔到嘅一啲付出咧，其實都擺咗喺成個即係項目裏邊。我哋應該 website 裏邊咧係會有即係所謂嘅課金嘅途徑嘅介紹嘅，大家如果即係對我哋工作有興趣並且願意支持嘅話咧，可以參考一下。即係我諗我哋有好多即係好多人咧好有心一齊去討論組織呢個平台。你哋今日見到我哋三個啫，但實際上有好多人幫緊我哋手。而他們付出的時間和他們的智慧是金錢無法衡量的，是相當之多的，即是很多人都很有心繼續在香港做一些事，所以即暫時我們即都是透過大家的熱烈參與、積極參與，去能夠令到我們成台成立。當然長遠怎樣延續，當我們繼續發展下去的時候，越來越多東西，也有越來越多資料要處理，越來越活動的時候，我們怎麼處理呢？這樣這就真的會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你哋可以即係捐獻啦嚇，我哋有即係支付嘅頻道啦嚇，或者話你真係喺 YouTube 睇或者 like 啦，都係一種幫助嚟噶啦，甚至將我哋傳開去。donation 嘅係啦，咁所以我希望大家積極咁響應我哋嘅工作，亦都好多謝幕後好多人啦，係好積極同埋付出咗大量嘅心血啦，去令到我哋嚟到今日可以喺度打見面。正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譬如以我個人為例嘅話，今天我5點起身，5:30已經出車，因為其實我喺中部落嚟，我都要2個幾鐘。咁就睇下有冇朋友仲有冇問題先。係啦，有冇問題？即係有問題。我知道有記者朋友都睇緊直播嘅，咁如果想問問題，可以開麥或者喺聊天室嗰度留言啦。或者三位有冇其他補充？咁當然我哋嘅成個我叫一個實驗咧，一個教育實驗啦。咁我依、這個唔知道會唔會都算係香港離山可能第一個，或者係其實一個即係始創式一個教育嘅平台。
咁所以即係未來嘅路會點，其實我哋都有點而好似摸石頭過，因為實際上我哋其實個心都係香港，佢都希望就我哋做嘅嘢能夠俾香港人見到，特別喺而家香港無論係資訊啊、教育啊各方面嘅資訊、各方面嘅渠道或者各方面認知嘅部分都越嚟越即係收緊，同埋一個越嚟越縮窄嘅情況之下，咁當然另一個面向就係點樣即係承傳住香港文化，咁亦都係我哋自己箍本身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既係即係當然，其實裏邊都唔想即係或者或者一個重點就係話，其實無論你喺我或者你或者你在地香港人，其實大家面對嘅處境其實都係一樣嘅話咧，咁希望喺教育嘅面向嚟講咧，希望我哋箍都能夠俾到一啲即係俾到一啲嘢俾大家嘅。嗯，正所謂禮失求諸嘢啦，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喺香港裏邊嗰啲即係官方嘅教育嘅話咧，其實已經係淪落到一個地步咧，係不堪入目噶啦。咁所以其實譬如以我個人為例嘅話咧，我又喺舊年喺幫蘋果做咗一個香港史嘅普及嘅節目啦，就叫《這才是真實的香港史》。咁嗰陣時其實個效果出到嚟咧，大家都覺得幾好啊，因為佢每一集咧平均收視就200,000。咁所以其實嗰陣時都俾我自己一個啟示，就話其實民間教育咧係必須要搞，同埋必須要大力去搞，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supplement官方教育嘅一個好重要嘅渠道啦。即係唯有透過民間裏邊有心有力嘅人嘅話咧，先至可以第一可以保存到真相，第二就係將真實嘅信息嚟到去推廣，嚟到去抗衡一個洗腦嘅教育。咁所以其實由嗰陣時開，即係蘋果嘅即係被逼即係停運咧，係一個不幸啦。但係問題係，起碼咧我從中我學到呢個信息之後咧，其實我到到而家咧，其實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做。我諗在座另外兩位都係相同嘅咁嘅諗法。即係民間教育嘅話，其實係我哋香港人咧，尤其是喺海外香港人咧。即係有能力嘅話，就應該要去投身嘅一個即係事業嚟嘅。咁所以都係翻返頭先嗰句，有心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嚇，同埋如果有朋友睇呢段片嘅，或者可能真係好有興趣，無論喺嗱，當然其實我都明白，如果你喺香港諗住對我哋成個平台真係想做一啲嘢，或者係真係想加入去同我哋一齊做嘢話。咁當然好歡迎啦，咁但係都好擔心可能有相關風險。但如果你喺海外揾離散港人在地平台做嘅工作，或者可能你以前係老師，你以前係大學裏邊教授，無論可能係即係我哋個範圍唔單止係人文學科啊、教育啊或者社會科學嘅，其實即係甚至我哋遲啲都可能有一啲同天文啊、同環保啊或者同氣候有關嘅嘢嘅。咁如果有朋友興趣咧，都歡迎聯絡我哋啦。係令到我哋團隊喺未來，無論係我哋提供內容啦、啊，我哋嘅人，我哋嘅人數啊，或者嗰個即係團隊方面嘅方面，都可以繼續再落去嘅。我諗交俾大家提問題或者做總結之前咧，都係重申一次啦。我哋都係堅持我哋嘅三個主要價值啦，就係、是。守住呢個真相啦，啊，堅持我哋嘅價值啦，同埋咧係保持咗種即係希望嘅嚇，希望守住我哋崗位咁樣嘅，啊，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亦都希望大家喺香港嘅朋友又好，喺海外嘅朋友都好，能夠俾多啲意見我哋，等我哋繼續有所改善。係，咁我喺度再次問下記者朋友有冇其他提問，如果想問問題可以開麥或者喺聊天室度留言嘅。可能我哋再等多20秒，睇下有冇記者朋友想問。好啊，好啊，好。咁睇嚟，可能記者朋友暫時都未有問題啦。咁最後三位有冇總結或者其他補充？好，總結就係我哋嘅成功，酷嘅成功，真係有賴各位支持。我哋都頭先提過啦，都邀請一啲志同道合嘅專家學者，喺平台提供一啲資訊或者提供一啲材料俾我哋。咁希望呢啲咁嘅資訊或者依啲信息咧，能夠係更加多香港人，無論在地或者海外香港人咧，能夠可以接收到。
好，我哋都希望可以集腋成裘，为香港嘅下一代继续努力。我都系嗰句啦，我哋守住三样嘅 truth、value 同埋 hope， 希望大家一定继续坚持，继续支持我哋。好，咁今日嘅记者会正式喺度结束，再次感谢大家出席，希望喺未来嘅日子，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我哋时代公民教育平台 Cool。我哋嘅记者会喺度结束。好，多谢，多谢，唔该晒，拜拜，拜拜，系咪可以？